微信在国内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，所有的人离不开微信。在中国，是如果你没有微信支付，你寸步难行。我们是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来满足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。我们服务了数十亿的用户，服务了数百万的那个商户。这么多的业务要进行一个管理，所以我们要发展一个 API 网关来对它进行一个管理。API 网关统一管理我们的 API 对外提供它的健全、身份认证，还有包括服务资料监控功能。我们主要面对的问题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现存的很多 Windows and Linux 这种那个混合部署的业务环境，所以我们需要用 .NET Core 这样技术去拥抱公司的整体的生态环境。我们觉得那个开源更适合我们这个系统的发展，因为它是模块化的，而且更透明。 .NET Core 是专门针对这种微服务现代的服务设计的一个平台。我们开发的时候都用 Visual Studio 2017，然后在 Windows 啊 Win 10上开发，然后可以直接就可以部署到 Linux。我们这些程序员热爱这个咱们的这个公司，因为在腾讯里面，我们可以自由的发挥我们的技术，我们可以像喜欢 Java 的、喜欢 .NET 的、喜欢 C 加的，都可以随意发挥。程序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有施展拳脚的一些地方。我们老板有句话就是说，打造精品。通过开源，我可以和全世界的开发者合作。